不甘平凡的我，总是在改变中寻找新的起点。认清目标，我会一路前行。人生路充满了挑战，突破自我也是我成功的理念。未来充满了未知，改变才能迎来新的起点。创业本身就是一种改变，创业的初期的时候，最重要的就是你对未来的预瞻。那么我们需要的团队是要有坚持不放弃的理念。身份的改变只会让我加快追逐梦想的步伐。成功的路上充满坎坷，今天我从未停下自己的脚步。现在的这辆奥迪 A7 轿车已经是我的第二辆车了，十多年的时间我已经成为了奥迪的忠实用户。我觉得奥迪的造车理念和我的创业理念是相通的，突破科技，启迪未来，这也是我的梦想。每个第一次引燃改变。